好，再来我要讲解的是 F 面的代号，英文代号。F 面就是前面这里，大 F， 逆声，大 F prime， 逆声，小 F， 顺时针两层，小 F prime， 逆时针两层，大 F 二，顺时针两圈，大 F prime 二，逆时针两圈，小 F 二，顺时针两层。小 F 框2，逆时针两层。